爸，嗯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公司有点事儿，啊，所以就来晚了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咱们熊大的董事长林董，啊，伯父好。这位是董事长夫人，伯母好。这位是小女倩倩，刚从国外回来，每天啊都特别忙。哎呀，没想到你女儿都这么大了，真是啊，不看见孩子呀，咱们都没觉得老。倩倩今年多大了？嗨，不小了，26了。现在孩子都这样。26也不小了，是单身啊，还是有男朋友了？我还单身呢。现在的孩子呀，都是事业要紧。是是是。哎，林董啊，怎么没见令公子啊？儿子应该在这舞池里边跳舞的吧？啊，要不咱们这样吧，找个机会啊，让这两个孩子也都认识一下，年轻人啊更有的聊。对呀，倩倩，啊，哪天呢？阿姨请客，约你出来喝喝咖啡，吃吃饭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啊，阿姨。爸，我朋友在那儿，我过去看一下。好，去吧。好，失陪了。去吧去吧。陈总的女儿啊真是漂亮。哎，是啊是啊，真不错。过奖过奖。这么巧啊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孟彤。哎，我陪我同学来的，对吧，王总？哦，对，是同学。这位女士是啊，她是我们公司的老板陈总。哦，你好，陈总。你好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也很高兴。那我先去那边看一下朋友，你们先聊。嗯，好啊，你先忙吧。干杯。好。啊，拜拜。好的。这样的酒会是不是很无聊啊？是啊，挺无聊的。这个酒咱们再来点儿。啊，啊，陈总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你先走了的话，我一个人岂不是很无聊？啊，你这个裙子挺好看的，明天见。哎，凌霄，你在哪？我以为你走了呢。啊，我是准备走了。哎，孟彤，哎，今天多亏了你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啊，吃饭就不用了。不过你要真能回熊大帮忙，我就轻松多了。哎，今天那个是你老板吗？哦，你说他呀？是啊，他对我挺好的。挺好的？怎么个好法？再好能怎么好，也抵不过自己当老板，你说对吧？哎，看来我又多了一个说客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4S 店真的有那么大的魔力吗？放着整个一个熊大你不要？不是4S 店的问题，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改装车店，所以我必须得从基层做起，去了解每一个客户的需求。别可是了，我爸还得需要你照顾呢。加油，兄弟，我先走了。放心吧。哎，你又迟到了。嘘。早，又迟到了。微微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赵总那个文件他不满意，你重新做一份吧，尽快完成。今天下班之前把这个做好，放到我办公桌上。这份文件下班怎么可能做得完啊？你自己看着办了。啊，
什么都查不到吗？哦，这位神秘股东我们掌握的资料非常少，我们基本上查不到任何消息。他们总是七零八落地买进我们的股份，而且专挑小股东下手，一定没那么简单。我们千万不要打草惊蛇。先查熊大。熊大？对。哼，我说大少爷，谁又惹着你了？我呢是个怀旧的，你不找我也就算了，还去了熊大。能不能不提这个事儿？我不是一开始也不知道你们有这层关系吗？再说了，你们公司运营的挺好，我去啊怕对你不好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，你要还认我这个兄弟，在哪儿都能帮助。你在熊大担任什么职务啊？董事长助理啊。哎，挺不错呀、啊、那你一定能够接触到很多核心的项目吧？核心倒谈不上，不过划包腿打打杂。得得得，别给我来这套啊。那我想从你这里得到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也是不可能了，对吧？哎，我说朋友，我这刚进公司不久啊，你不会就要为难我吧？你误会了，我什么人你不知道吗？我绝不会做釜底抽薪的事情。不过我的对手就不一定了。我问你个问题啊。说吧。你有发现熊大有操纵其他公司股票的行为吗？据我所知没有。怎么，不会是赵氏集团的股票被操纵了吧？